点钱吧，叶，给点钱吧，叶。到底你不是说好今天带我去见爸妈的吗？就你不照着镜子看看自己，你根本配不上我。要不是苦苦追了我三年，我跟你在一起就可怜你。好，那你浑身上下把我送你的东西全部都还给我。谁稀罕你500克拉的大钻戒啊？拿着。还有什么这些豪车啊？哎呀，什么名表的、高定西装的，全部还给你。我收购了你用，以前侮辱我啊！我就喜欢他这种纯真，还有淡淡的酸味。宝宝，你真好。哼，本小姐从来不用二手货，这些送你的东西，我看着都晦气。小喜蛋，全部都给你。哇，谢谢大小姐。我去，这么多东西，今天赚翻了呀！宝贝，没想到你有付出这么多。其实我知道今天你生日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。小姐，你要的东西到了。哇，这么多贵重物品啊！没想到你也是这么物质的女人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分手。阿豪。哎，小姐姐，你别哭了，为了这种男的不值得。好帅啊，小姐，一股中酸味，我好喜欢，跟我回东门吧。哎，这不好吧？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别装了，要看实力是吗？姐姐可是80级魂斗罗，来把手机给我，我给你些见面礼。你，那个小乞丐怎么还剩99级准半神？还有 S0 炸环唐昊，这可是玩家公认最强神牌。你说这，我刚好认识游戏策划，叫他把游戏的福利跟暴力调整了一下，现在上线就送80抽和1亿钻，新服完成2-3主线就送无限连抽，新出的 SP 炸环唐昊暴力也调高了，不仅外表帅气，伤害真是恐怖，炸环形态每一下攻击都是真实伤害，锤锤到肉。还有这些礼包嘛，福利666，福利777，福利888，都拿去吧。嗨，这个手机和这个号都给你了，我先回家吃饭了。少爷，请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先回家了。给点钱吧，爷爷，给点钱吧，爷爷。亲爱的，你怎么还在这儿要饭呢？今天我同学聚会，走。哎，对呀、啊，怎么找个臭乞丐到那里去啊？找男朋友的话，找我这种帅气又多金的，这个臭乞丐好10000倍。你放尊重点，这是我男朋友。今天你看以前那个校花找个乞丐的男朋友，哎，帮助。帮主，上次你买的房子，房子赠你下来。哎，小问题，小问题，今天不聊这些。帮主，你来的刚好，上次我收购了这几个商场，还有这个酒店，你来的话刚好验收一下。哎，这些事交给你们办，我放心，没事的。哼，有钱有什么了不起？他对你肯定不是真心的。对啊。啊，谁说的？小五，把东西拿过来。是，帮主。这是男人绑定身份证，一生只能买一枚的第二钻戒，这辈子除了你，我没考虑过别人。哇，怎么想？我们走吧，同学们还等着我们呢。公平帮助，给点钱吧，爷爷，给点钱吧，爷爷。哎，谢谢。哎，帅哥，你在这干嘛？你凶他干嘛？他这么可爱，你哄他干嘛？给点钱吧，爷爷，给点钱吧，爷爷，谢谢爷爷。哎哎，你们这么坏吗？你以前不是混得很牛逼吗？现在怎么这么邋遢了？是谁在这里欺负我男朋友呢？别给点钱吧，爷爷，给点钱吧。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，非要我来，要你们有什么用啊？我就是在一阵，这次你总不能再走了吧？这是我这几年努力打拼下来的一切，这次我能配得上你们吧？我所有的产业都是以你命名的，求你和我在一起吧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喜欢吃软饭。给点钱吧，爷爷，给点钱吧。哎呀，你这个臭乞丐的，怎么不带长眼睛呢？我这一身衣服好几十万呢，你撞坏了能赔得起吗？我如果赔不起，我以身相许好了吧。算了吧，挺好的这衣服。哎，帮主，你瞧不起谁呢？走，把钱给他。哎，帮主，哎，完了，帮主，我忘带钱，只带了两个手机。哎，你这个旧手机也用了2年多了，你给他，我给你换个新的。转转 APP， 价格高，上门回收不用的旧手机，别放在家里贬值了。我那台苹果杀多放了一周，又少卖了300多，贬值速度也太快了。这样我及时在转转 APP 上卖了，赚回了3000多。作为他破手机还想赔我衣服吧？我这衣服可是限量款的，连修理个衣袖都不够呢。哎，那2个都给他抢，好吧，住。哎，我们走。哎，等一下，亲爱的，我的衣服好不好看了，你就相信吧。我是一个酒精过敏的帅哥，我的酒品爆炸，但是我不爱喝。
哎呀，怎么就把个臭乞丐回来？你看他是个小乞丐，他老有钱了，是个大人物。你快点把他卖掉，我要赔70万的。哎呦，这是我能不能分100万？我要五百万，我100万，我给你算了。我等我一下，我记下40万、100万、200万、500万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哪不对？哪里有这么多人？我哎，别问了。把这里的一份租金给我加了，哎，把酒席给我一个。哎，我也不知道，随便放点吧，收下。哎，吃腻了，笑一个。哎，也吃腻了，笑一个。今天就吃这个了。没有，我们来这里吃这个玩意儿。吃这个怎么了？你们日子过得太好了，我们要忆苦思甜。别忘了之前我们的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。是，阿九。啊，那把面上上。让我唱首 melody。 吴尊使到，吴尊令我送上千亿合同为老太君贺寿。千亿项目我来驾必在可驾，只守这殿，小鹏即日起无处拦家。为什么？大人的是这个造次。阿婆，我们南秦两家联姻还是长枪联合，你就只配这个签字。滚，别后悔，无眼无珠，合同收回。你们怕是弄破小耗子做我们蓝家的上门女婿。蓝秦两家羞辱魔尊，该如何处置？请魔尊吩咐。你竟然是魔尊！小耗，你们在干嘛？哎，你该不会想进里面去吧？也不看看这里什么地方。对啊，我来找你们经理。就你这种出名烂仙，还想找我们经理？你快点。经理，有个乞丐妨碍我们做生意。什么？干死！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放手！爷给的钱吧，爷给的钱吧。臭乞丐，滚开！我要听这里。好的，好的，马上走。赶紧的，慢慢悠悠的。哎，咱们不能乱说话啊！人都欺负人，我也不会好好说话。哎，老哥，你来正好，他们欺负我。哎呀，想在我地方打我脸啊！上去动一点。哎，臭乞丐干嘛？你看看这里，几个集团老大在里面开会，把你放进去了，工作都会丢。滚！你这个小子，给点钱吧，爷爷，给点钱吧，爷爷。哎，一个都没有。帮我拿会儿，我去踢下球。哎，小谢，帮我把车停好啊。哎，你们再踢啊。哎，你们随便踢啊，不要让堵啊。三天天叫了分心。